过湖，但是打死心，但是我桌上牌桌就是 MVP， 上不下自摸，几牌不不写的多，出牌让你头晕难以捉摸，要不就冲一个不要说，调整吧大神，牌打得出去，运进的来，欢迎收看挑战吧大神。观众朋友，还是要恭喜啊！今天大年初五了啊，这个大家陆陆续续就要开工了啊，所以呢，不管所有的朋友们做生意的，或这个做这个任何的买卖的，大家都要新的一年平平安安，事事顺心，发大财。是的，祝大家开春大吉，财源广进，鼠年行大运，什么都顺。好的，来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哈，来赚大钱。嗯，来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参赛者。好了，第一位，哎呦，上一集真的也是一张就七笔，真的就改变了命运，而且呢赚到我们18000多。欢迎谢晶晶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他的运气算不错，手气也很好。嗯，好。本来是该我们来做保险的陈经理，结果没想到一张单调七笔，都是命运，都是命运，一把枪就把他干掉了，有显灵呐！好，继续加油啊！欢迎晶晶，哎呦，现在我们大哥来了哈，哎呦，正平哥，哎呦，赵哥，赵哥你好，各位观众、主持人大家好，你麻将打得很烂呢，你还是他来跟妹打，我不是。打得很烂，我是不打则已，一打就一鸣惊人。真的，哎呦！你们这个地方，我告诉你，看到我跪跪款的豆桃饼，出专门出一张嘴，四十以后生意。当然，观众朋友，你看他打就知道了哈，千万不要生气哦，大年初五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欢迎赵哥，来，再来欢迎米娅，美女米娅，好。米娅你好，你从哪里来？从家里来，从家里来。哎呦，不讲哎！这是来问的对啦，带爸啦哈。对，台北来的哈。我们为啥问呢？有时候中南部来了，我们就要特别关照，是不是？关照一下，是。好，那个现在做什么工作？彩妆跟模特儿。彩妆哦，那你条件很好。对啊，谢谢。这斌哥可以吗 ？OK 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可以。我觉得不错，他觉得棒棒。因为他对女人也是有一套了哈，也没有，跟哪个比我差多了，真的有，哎呦，我跟你有差多了，哎呦，谢谢，那大年初五大家讲好话哈，对，说好话做好他，我们欢迎他来，最后一位欢迎一萍，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嗨，一萍你台北来的。台中，哎呦，终于问到那中南部来的，对，是不是坐巴士还是坐高铁？坐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因为很多人啊，为了节省经费啊，坐车来，赢了坐高铁，输了走路回去，真的背起行囊走回家。好了，台中来的加油啊，好不好？一萍，欢迎，加油！来，马上就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，我们的卫冕者来，晶晶开门。8点，东风三缺一，马上来看四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晶晶的牌。一萍、阿米娅、赵哥，来庄家出菜。好，难，打人就不难。哎呦，第一张哎，他牌很好，8万，第一张真的吗？牌那么好，水水的，难怪。你们小心喽。北风，哎，那个米娅大声一点哈。好。那就跟着北风嘛。好哦。白皮。5万。放着，红中。哎，奇怪呢，打的我都有啊。红中，跟着打的没事。20000。为你吃饼，怎么吃？我们可以聊天哈，可以再聊。我今天打的好慢，不知道你慢什么。9秒，打快一点好不好？烦死了，都生气了。1万，哎，可以不要对女生这么凶吗？不是凶，打到火上来，你知道吗？我虽然不会，年初五的，年初五的，一比没事没事，因为输太多了，除夕出到先。一条总统府，他有够慢的了，火气很大。对啊。就 combo 黄忠，
你们打快一点，不然赵哥要那个高血压了。干嘛？你跟哪个很适合打牌？你们两个一起打。不行，我会发生命案。那会发生命案？他有躁郁症，我会发生命案。你们一起。看大家，五谁？我无他。你的事。牌倒下，牌倒下。你们太这么现实。好，那没事。听什么？妙九条。哇，好美，牌很美，难怪他打七条就听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哦。对，嗯，哇。很棒哦，一平起的牌这票，哎，大家牌都算漂亮，都不错，那也是一上听的。对呀，你看碰东风打六条，对呀，硬边七饼，有没有？这边你看，我的牌比较不好一点，他要稍微差一点，厉害了，门清庄家两台，恭喜啊！刚第一把大概打了三分钟，是超快，超快，超快！在干嘛？牌都被你吓到，吓到你撞破，吓到惊掉。你这亏吧，我那天都在台湾串赛去。哎哎，年初五的，年初五的，年初五的，说好话，说好话，要吵起来，要吵。败家，败家。年初五的，年初五的，不要这么激动。没有，没有，东风把它逃掉就不吵，就不吵了。那你赶快给他吵。一平加油。好。一平，让他过水扶他，好。给他刀哦，哎。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的第二把，来看四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一平的牌，刚开庄了哈。好，妮雅，赵哥，正平。今天是怎么了？刚才弄个赢那么那么瞎，能不能好好打牌啊你？好来，晶晶，好好笑哦。一平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！不要吓到了，不要说以后不敢参加我们节目，不要，因为他也来这一次，以后不会发的。哎，哥哥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不能叫你正平哥吗？钱你大方一点吧，来来，好，大牌告牌，打门口就好了。西风，西风，小心拿牌的。对对对，哎呦，你也是拿拿哪里拿都不知道，被吓到了啦！我才不相信呢，他什么什么场面他没见过，这样就吓到，骗谁呀？对不对？来，跟着你，跟着你。难。这样子就吓到，怎么可能呢？吃一个，哎呦，那我打一个阿贝，阿贝，还要尽量往这边，你看太后面了。好，东风，哎，小花补一个啊，哎呀，亲吧，好碰 ，OK， 上碰下自摸啊，这么早。不然呢？红中，北风，二万，二万，那表示二五八你这边全断光了。要是如神，下大雨，您就是赵半仙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虽然打得不是很好，但我们推理很厉害。你还不错了，你居然还不错。全场打到最后就阿鹏了，是哦，他也来打。那集我有看，是哦，他也这么瞎，很瞎，不爽，很瞎。而且还说从小在眷村长大，天天看人家打牌。哦，那就那就真的是三角裤要不要穿？今天就好了啊，靠自己，靠自己，五万，靠自己，嗯。西风。打一个什么呢？打一个甜的，三万，不吃。三万也还好吧，哪有多甜？三万不错啦，不错了啦。如果吃到下场也没有，朋友不打三七，九条，九条下大雨，九条。漂亮，我说靠自己了，是吧？我回去要收心了，我回去要伤到他了。你怀孕了是吧？他收心了，怀孕了吧？你小心点啊，我有时候可能让你流产了。哇塞！哦，漂亮啊！靠，你俩吓到都挤出来了。挤出来你不开心吗？你最开心就你了，不会不一样。口水，口水，没有口水，挤出来。我说你视线跟我们不一样，你会开心的。米娅，快点，不然赵哥要生气了。酒桶，小饼，小饼。我觉得他被吓到，不晓得怎么打。不是送我那个吗？先碰好，先碰。宝波说要先碰抓牌进来，再那个，不然快点吧。五饼，五饼，放炮，杀你全家！挑战吧，大神。
米娅快点，不然赵哥要生气了。酒桶，小饼，小饼，我觉得他被吓到，不晓得怎么打。送我那个吗？先碰，先碰。导播说要先碰，抓牌进来再那个。OK， 你快点吧。好，来，五饼，五饼，放炮，杀你全家！我不要，你属虎的，你不要虎了，你碰我干嘛？你还属虎的，你还属虎的，先别杀好吗？谢谢。等牌倒下来，告牌。他要干什么？哎，他的牌真漂亮。对啊。哎，我马上。谢谢，恭喜发财。我五八怎么猜都挂，他没听，他没听。他是刚才三条其实要碰的，他一张一条，他抓你，他抓你，你抓三。哇，你这两把牌怎么搞的？对，牌很漂亮。很旺哎，谢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还是平胡啊？对对对，是是，对不对？庄家平胡三台。三台淘汰。为什么是我？三台三台啊！哦，我输的台比较多，那看他几台？他才两台而已啊！拜拜，不好意思，拜拜，拜拜。那如果我这一台呢，就没事，没事，对，就只差一台。好，去领车马费，快，拜拜。没有没有，还有，还没结束。你是不是穿红内裤来的？穿红内衣啦，不要讲出来。大过年了，对啊，过年一定要穿。那你穿红，你也穿红啊。我跟你讲，在我们节目穿红的基本上都被淘汰。不是过年想说讨个喜气，但是我里面没穿，没想到还是输。就是放炮，放炮，穿放炮嘛。就照里面没穿，就要输个精光啊。要穿要穿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米娅庄家，第三把了。啊，十一。好，东风三圈的第三把，来看四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米娅的牌。啊，赵正平哥，手在抖哎。谢晶晶，很旺的一瓶。连胡两把，哇，好厉害哦。来，庄家出菜。红中，北风。打掉就不难，碰一个才上手，你看看，手气还是不错。要去海里啊？你这样子像象装哦。还没好吗？我丢了吗？好，赢一把，嚣张成这个样子。发财发财！你以为你很会赢吗？再赢给我看看。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年初五的年初。对啊，掉就卖烟味了，你知不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讲？他都没讲。有，他刚有，他刚想要讲我。说，他说那个小鸡相公。没有，说话的好像是鸡鸡，是我，是我。哦。一瓶七万，躺着也中枪。哎哎，吃哦哦。这把应该你会胡。不好说了啊，别太嚣张。哎，八条啊。对，八条。八条，九条，好中，一只手，好，四万，四七万，自己靠自己，哎，这个是哪里有点难啊。这牌有什么难的？我有时候遇到这种就不大会打。你是白痴，白痴笨。那就猜，这样就要猜了。我的想法是喂一张吧。啊，喂，四条。吃。东风。九锁。要碰还是要吃？碰。看你要嘴型，就是碰着嘴型。要大声一点，一条，一条哦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要打，我还没打是吧？对啊。好，我再来看。哎呦，这有点不是。来录影，先不要，先喝酒。外面不要叫嚣，摄影师。二饼。五花。小金，吃一个打东风，这不好使啊！现在啊，你的牌要现在靠着边靠，好，还不好使啊！你呀，三条，哦，不好使啊！这个牌进不来啊！小花一个，补一个，大一点的，漂亮！
这有一点哎。双四花已经两台了。老干呢？要拆就拆干净一点，来，一样二比八。不留根儿。对，留没错。八台。平一波，平一波。M 字腿。来个甜的。八万。碰。哎呀，糟糕。你碰了，不晓得过不过得了。哎呀，二条。哦。啊。还没糊。嗯。南风一张抓成两张，然后呢，吃一张卡七。五秒。东。三条。你别放炮，我告诉你啊。不要再吓他了，七万。嗯，老自摸了啊。好啊，抓一个，胡，对，开杠。好。杠上自摸。差一点。啊，二万。最近冬天了，天气冷，太大了，我怕你血管会爆掉。激动，难得。血压的部分。难得这个，我们来抓到这种牌啊。是，血压的部分。那我再碰了吗？碰牌。想一想，三万，三万，也三万，他都不敢打了，都跟打了嘛，知道我要自摸了，等你自摸，就靠自己了，等你，当然，五步，小心呢，叮你，抓，进，差一点。好，东风。我以为他骂脏话，差很远。差一点。无所。我光他妈气势就吓死你们了，我跟你讲。你们俩放个生的，来试试看。好，六条送你。小心啊你。吃。来，我全给他倒下来。他妈六九全给他抓光。倒下来。哇，这单也给他抓死了，六条，六条，你才刚听对不对？你抓一张六饼来对不对？对啊，刚是六饼。对啊，抓六饼当将听牌嘛。哇，七风三花庄家，哎呀，不听哇，一下放四台哎。哇，吐了一些，还好他刚胡两把，对，我要不然的话可惨了。好，恭喜啊，没想到米娅胡了啊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最后一把，我们让大家知道一下成绩啊。OK， 我们的卫冕者金金是4300，哇。那一平呢是5600，哇。阿米亚是5900，哦。赵哥跟金金差100块，赵哥是4200。哦，你们俩差100。对。他刚刚就是胡那把大的嘛。对啊。要不然不可能呢。基本上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没问题。嗯。现在就是我。因为你们两个都差1000多啊。是。好，所以不是你走就是他走。来。黄庄还是他走。对，因为他输100。对，所以要黄庄。开门。他庄家对，哎，对，这里，赵哥。我想一下，想个咒语。想要怎么按是不是？想个咒语，看他叫他怎么样快点走。对，怎么样比较好走？快点回家。来看四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赵哥的牌。哎呦，金九，加油！一平。哎，米娅。来。出彩。庄哥出彩了啊！好，就先来个东方起。好。中气好足，带个好运。我这一把是我的生死战了，猪死战，对，非赢不可。来个电视机，才差一百分，100分还好，差100块。来个北风吧，可以，跟打北风。你看他摸牌都进得很漂亮，真的耶。南，来个北风。白皮，靠自己，漂亮啊，漂亮二万啊，北风，哎，不是北风啊，白皮，Hello， 你想念别人家的北风，打西风，八饼是吧？哎，漂亮啊！真是靠自己啊啊！八饼跟着打，他没有进一张废牌，没有，可以这么说的啊，五张完全都很棒。
天哪，发财，神手。行，我们再来一个就，再进一个就九万，再进一个就完美，再进一个就完美，哎，你再吃一个也行，三张都进，三万，张张进，好厉害，好，自个儿进，三万九万，先打，八条，后红红鹅，来个甜的，放个甜的哈，美女，美女，放个甜的，小鸟，小鸟有，好。控制，摆错了，控制又要摆在前面。三万，刚刚他才刚打的啊，你们不可能唬我，我告诉你。好啦，行，好啦，一饼，五花，来个下大雨，发财。自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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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啦！做个特效，轰。没有，这就没有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没有。不好意思，你自己做是没有。好开心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就自我下特效，自我棒，火烧钱。嗯，这一张七条，四千二。如果是一台是六万，六万一千。再打二万。四千二。如果是。一台是六万，六百一千。等打二万，不够。东风，追吗？啪！冲！制作音效。哎，不是。啊！这么快？啊！啊！太糟糕！什么意思？太糟糕！小朋友不好打。你每把牌都很漂亮。没脏了耶，怎么办？也没脏，还不差两个，真的没有人绝脏哎。对啊，所以就是你大发慈悲啊。对啊，谢谢张华让人好好哦。而且他的牌张张进进饼三条进卡四饼，然后呢几乎没废牌。三饼，好美哦。进来没废牌，对啊，他的牌也很好。庄家独听两台。哦耶，我们赵哥打最好的。淘汰！我很想看到神哥，他生气。啊，你起来啦！起来，起来，我边啊！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来，南风逆转胜。好嘞，南风逆转胜。OK， 赵哥。没事啦。这个如果要收金的话，到初八去收。对，初八收吧。抱歉，抱歉。初八庙门就开了，让你们受金了，好吧？吓到。现在是哇，没想到是你累计奖金的，真的强哦！开门，来。他胡两把都胡的，真的莫名其妙了，太绝章了。十四，南风逆转胜，第一把牌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米娅的牌，米奶的牌，晶晶耶，啊一瓶，米娅吃彩，白皮吧，哦哟，樱桃小口袋把刀。皮，嗯，不错了，就可以了。你的几率不大，就看运气怎么样。一只手，左手下。有没有手铐？拿个手铐给他铐起来。我靠！来，七饼。很甜哦。谢谢奶哥。没办法，哇塞，还吃得到啊？不错，超美的，躺到电视机。哪个人好好？哎，四万凑一个。哎呦，打发财！这么早打四万，那牌这么好。八饼。我的勒勒！还好有没有起得好，一张都不进。哎呀，不好了。你是他妈进得那么好，最后放炮。我发财。说不出话，哑口无言。没有，我看奶哥再把牌打完怎么样，我再来讲，大眼睛啊！你现在先嚣张没关系，先不评论，先让你嚣张。不要讲，哎，不要讲，你尽量讲嘛，我给你来。但哪个来抢？对对对对，快一点，别按照思维了。双眼皮。啊，九条。通，一万。哎呦，优先，今天的优先。五花。
好哦。五万。四万碰掉了。八套。战局陷入焦灼了啊、哦！等一下，哎，补花要那个。补花，补花，补花，他再补了，这。啊。再补。哎呦。下雨。下大雨。还有九条。哇哩嘞嘞，还有七笔。嗯。红中。二条，碰，三条，水油，三条，九万，五桶，发财，这个要靠自摸了，不然没办法。八条碰，没法得。对，他这牌靠自摸几率。二锁。靠家己，六桶，吃，六万，吃，碎呀，碎啦，结束，永康，不碰不到哎，庄家徒弟，看到没有，会不会打牌？你他妈运气好，你嚣张什么？这如果是我做完，这把局也是我的、啊。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不要吵架，好吗？怎么都碰不到，我怎么打六万？我东风也没有，你看东风也没这样子啊。你先打八条啊，你是啊，被牌不打。对啊，因为我想说，他会先放，先跑，就吵他先跑。哇，先走牌了，他想先走牌了，就真放了，先走牌了。奶哥听得早。南方逆转胜第二把，刚刚是由奶哥开胡，现在是你开庄，厉害了，强啊，十二，十二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奶神的牌，哎呦，啊晶晶，一瓶，两瓶，两瓶，出彩，九饼，漂亮，红红，哇，两瓶要发威了，东风。男的，皮，南风，正南，对，连哪里拿牌都不知道，你说还会赢，这金手运呢？哦，西风，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。九万。电视，九万，来吃一个，什么？四万，哎呦，吃，哎呦，还真吃到了啊，六万，胃口真好啊，一个，吃一张吃一张啊。四条，哇，还跟假的，七万，七万，红中，没败没败，嗯，进透了，嗯，红中，小鸟，哼，还是假的，哇。好扯哦，太夸张吧！二筒，太夸张哦，三条，对呀、啊，我不能过水啊！三六九又平五，太高高哎呀，厉害哦，太强了。平五庄家，庄家，平五庄家，两台，对，三台，三台，还要哭一场算一台，还是赵哥下来打好了，好。我连胡两把，对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第一个，你们要让他上台。不敢呛了哈。
下一把。赌神，赌神在这里。好，南风逆转胜，现在到了第三把哦，奶哥、奶神连胡两把，我来报一下分数。晶晶，你现在是3900，最低的。那依萍完全没事，5000。米娅是4100，因为他刚刚那一炮是台数比较多。对。好，你们两个差一台啦，200。好，自摸。现在你庄家多一台。自摸自摸。九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晶晶的牌，自摸的牌，好，一瓶，两瓶，啊，三瓶，你啊，好了，三瓶，三瓶，出菜，好，此风，把男打掉，碰，九条，碰一个，加油，打一个西风。来个西风，北风，10000，啊，南风，东风，东，小鸡哔哔，碰。二条，哎，在那边看有没有什么零食可以吃啊？你觉得雾在外面，还是你要先帮你叫声？很无聊，先去买两包槟榔来。二饼，我细汉我走你就对了，我买槟榔，你胸超贵哦。发财，超无聊的。看一下嘛，看人家打。站了九会马，你知道吧？卡马。还是你要坐在这个边边？卡马。去吃徐丽玲啊！徐丽玲。白皮。我应该去买2罐回来。早知道站那么久，应该先。干嘛？100万。你想我？我卡马去。加白皮。白皮。白皮啊！还像个假的一样，白皮。这什么鬼？什么鬼？8万油夹鬼碰，又碰，哇哇强嘞，8万强碰嘞，红中没了，来马小九，补一张美的，哇一样小九，二锁。西风，一个人玩。七锁，你们这边有留过局吗？有啊，当然吃到了。哇，3万，吃的漂亮，卡7条，现摸的，水池，4万，奶哥也要吃了。是什么？自己装的。东风靠卡低的。紧张。8桶。北风。哎呦。20000。红中。自摸，哇塞，这么漂亮！你搞，一摸三呢？对，我们轻一摸三，五台，独定庄家自摸，6台，一花，哇，恭喜轻摸一把大的 ，OK， 9000分，太巧了。一瓶是3300，阿米亚是2400，你差1100，是你要胡他一台就是700。所以你要糊他，你要一定要糊他，一定要糊他，你糊我们都没有用，对，好吧？分数太高，来最后把一瓶庄家，请按，不能自摸了，我要自摸，加油，16，好，南风逆转胜最后一把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一瓶的牌，好，阿米娅，米丁，晶晶。好哟，那个一瓶上菜喽，电视，
南方。想说这个米娅今天新手运还不错的。我们今天呢也是新手，马上挂。你不算新手了，他牌没有你打得好。哦，是吧？对。哦。行。可我第一次来录你们节目呢。那这不是新手，这只是第一次，他也是第一次啊。哦，我是男生，他女生不一样。哦，好了，你很棒。西风。一条，大条小条都给你。红中，大家发财。我是不是站完这一局就可以回家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一路站到一路站到北，你要站到下一集的。不是吧，你这个玩笑开大，站到下一集，我命有那么贱啊？大过年的，让人家站到下一集，这话你说得出来？年初五的，年初五的。我们节目在东宫被淘汰，都要惩罚到下一集？怎么可能？一万一万，太硬了吧？好累哦。是。一颗饼。过了。五八。好温柔哦。温柔的小朋友，哎，不知道我们男朋友哈？你要干嘛？没有问一下，痛一张。米娅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三万，官方说法都是没有。没有。下大雨。哦，他有小孩，你 OK 吗？两个，可以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也结婚了。其实我没有干嘛，我没有干嘛。他只帮大家问了。对，我只帮一些未婚的，帮朋友问，帮那电视。不要吵，我在打牌。哇，你赌神脾气很大啊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脾气那么大。我们已经站得发昏了，要你讲讲话提什么？站到有一点低血压。对对对，打一个东。破。发财。换我。甜的为你吃不到哦。再一个下大雨，三桶，五条，碰五条，哇塞，不妙了，不妙了，马上能碰到五，不妙了，六万，嗯。五万，哎哎，怎么搞？保证没万五万吃一张，四条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一百万，几爸爸？下雨。五万。哎呦，杠一个，六万。可以吃，那打一个四桶，吃一个，还吃哦，三塔路西亚的还没糊呢，还能吃哦，他已经有一台喽，一只手，米娅已经有一台喽，会不会打牌？漂亮，转的好啊，大哥，赌神来的啊，三万，哇塞。在你旁边真的是学习到了，啊，学很多，真的。是是是。挑战吧，大神！在你旁边真的是学习到了，啊，学很多，真的。是是是。二组，六桶，八条，五了。哎呀！八、三、四、七，嗯，对。刚刚那一张五条，如果我吃了，我就是胡乃哥的哦，真的是啊，应该是这样，因为我要吃他五万嘛，澳白五条就要吃啊。我真的五万打坏了，要不然你糊不了。对对，是好喂的好，就只有屁糊，但是糊了。哎，我们的米娅本来分数就最低，然后又放了一炮，对不对？米娅开心了，陪你这样淘汰。好的，西风冠军赛。好，第一把呢是累积了6600，第二把哇，刚刚那个字摸，晶晶那一把大，一摸三啊，一花六牌，哎，所以你的累积的是9500，加16100，起码今天一定是2万以上。啊有，上一集赢到了18000多吗？17800，一万七千八，你看看，哎，
有这个玉，这个画面啊，蛮好的，觉得蛮开心的，蛮协调的。自己讲，好来，庄家，好，开门。自摸来一瓶啊，这是我们的卫冕者，看能不能挑战成功啊。好，九九，马上我们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金金的牌，自摸的牌，一瓶的牌，一熊的牌，噔噔，一奶的牌，哦，好可怕，哦，真的假的？一奶就多了啊，一奶没卖哦。庄家出菜，好，南风打的就不难，东风，东风。北，我们只能站在这里，不能在别的位置去看，因为会挡到机器啊。尤其是南啊，对对对，去那边就挡到那边了。西风，那你晚餐吃了没？Hello， 怎么录完影大家一起吃个饭？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录完影吃个火锅啊，天气冷啊。今天冬至嘛，啊不是冬至，今天初五嘛。初五，可以吃火锅，对不对？还是你先发个红包，觉得怎么样？人讲赢叫卖赢话，不是，我是说发给他，发给他。哦，干你屁事，你打脸。好凶，好凶哦！放那么多干嘛？态度好差哦，棺材。笑得好开心哦！太妙，是五万，这强了，厉害，真厉害！自己摸比较美，打这只先。原来不电话，你自摸嘞？啊，换一下那个话，你是自摸嘞，对不对？等于是自摸了，自摸了牌。打白皮，赤峰。哇！我这种麻将是吧？这也太瞎了，可能的啊！二三饼，天啊！吃二锁，怎么拿北风？哇，这张好甜哦！还有四小鸡，啊，自摸了，真的。不，他不吃，他不吃，我摸不到。他不吃吗？他不吃，我摸不到。没有。三饼，他差一点。哦。他不吃，我摸不到。一样是二锁。那打一个大眼睛。哎。服了。服了，进来坐。我牌太美了。是。我靠，他这一砍五饼呢。嗯。根本没有了，全抓光了，没有了。紧张了一下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也是看你打。我本来讲第三六饼，三六饼带六万，但我想六万自己都两张了，一张就没有了。嗯嗯。好，所以呢是四花一台。来第二把。好。你的庄家。加油。八点，好，西风冠军战的第二把，来看四下牌，一瓶的牌，好，熊熊来，奶熊，晶晶，好，上菜喽，电视机，北风。一个小鸡，补的牌没进张了。嗯，对啊，可惜。我看一下哦，有一二万，北风，打一个甜的喽。好，好哦，来哦，你喜欢这一卦的，那就给你这一卦了。太多了，他饱了。嗯。来一个白皮，假霸，哇，
四条。嗯，抓不完，南风。双眼皮。打什么呢？希望。饼子，请你吃饼。西风，我觉得哪个字好多？嗯，先打这个五条，无所谓。这么哇呀，默默的耶，我还以为会是我，刚转单来，默默的耶。你刚刚是七万对战，对啊，七万三万，摸六万，对，对七万，贴五八万，哇，都被。五万不多了，嗯，九万多对，我这边有两张，九万对，那发财没出来，自摸二花庄家，三台恭喜，恭喜，我看你要逆转帮人家盖房子，那赵哥靠着你，怎么会有？还好我帮你运很远，哇，现在相差三千八，真的，三千六你啊，晶晶，一瓶八千四，一瓶八千四，三千八要怎么样才能够？就自摸啊，自摸，就自摸，自摸就可以三千八，自摸了，一定有的啦。可是我如果糊了怎么办？你糊了还有一把，还有两把牌啊。对啊，你现在有两把牌，这把就是如果可以糊的先糊。是啊，来。十二，西风冠军战的第三把，我们来看四家的牌，熊熊，来，奶熊，晶晶，一平，好，刚才我们算错分数啊，是差四千八，不是三千八，哇，好不好？三千八差好多，还有两台自摸，对不对？来，庄家出赛，此风，不好追啊，四千八不好追，不会了，他有那个命，逆转的命，好，还讲啊。给我一点心，不要一直唱衰人家吧。他上一集就是一张牌，七饼逆转胜。哇塞，差一百块。哦，哇。北，打一个九条，一万。三饼打错牌，有一个自己人，做个小币也无所谓。谁跟你自己人啊？就不要在意那个吧，不要在意点分数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观众来报名的，九万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开玩笑。赵哥一直想要锁币，没有办法，自己人。我跟你讲，我下面自己人啊，八个圈圈，五条，五条吃。九万，打个饼，碰惯了，好，五万，哇，有机会了，七条，有机会了，一万，你吃一个。又喂到你了，发财！哦，七条，哦，七条对，红中，我也打红中。这台中上来的很厉害，八条，碰，哇！看到没有？看到，看到，拆七条不拆八条，是是是，等我学一学。还没糊吗？八万，赌神，赌神，明白明白。八万，四公分。东风，想慢慢打都不行了，这个牌。太是啦，讲这样没错，要糊才是真的啦。东风要糊啊，顺成这样了，哎。这把我糊了，你跑到西门町；我没有糊，我跑到西门町。好吧，那么大干嘛？你先跑，我觉得你还是先跑。你看，哦，白皮，你何必吓他们？你吓他们干嘛？你把他吓死他们了。南风，想说我也有白皮呢。哦，他也要，他也是有可能会单掉。是的哦，冲啥啦？快跟打。这样我要坚持。
4万。九条，整个松了一口气。九条，8万。嘿，9万。嗯，那我柯林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7万。什么意思？东风，又是一个字头中，字吗？啊！完了，这个就算。好险，我坚持了。我都被断光了。36都被断光了。没有了。对，一四全部断光了。打光光了。惨了，距离又更远了。哇塞，没有自摸的，没有，这你们俩扣的分数是一样，所以距离是一样的。对对对，庄家自摸两台，还有二花三台，庄家自摸二花三台，来最后一把，好，西风冠军战的最后一把，一样相差4800，因为刚刚选中庄家，对，嗯，啊，2200的7000，4800，嗯，来最后一把，我的庄家自摸了。自摸还要几台呢？不是自摸而已。因为我还能过水。九。来，我们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徐乃湖，是哦。谢晶晶，赞哦。一平，没办哦。熊熊。嘉兰。来。很烂哦。哎喂。9万。竞争。我。9万。马上跟打。不要两只手。一只手。拿手铐来，拿手铐来。一个东，碰一条。觉得这一把的牌还可以。你像一花一，有在救你是不是？嗯。你门清一摸三嘛，一花四台。要门清有点就赢了啦。不是哎，想下车很辛苦。但是你台数不够。行，台数不够也没用。没有用啊。对。有，他有一花了。下车的牌碰。再多一台就可以了，是吗？说下车，然后还要玩，难。我们可不可以报名下一次继续再来录啊？不然这样子玩一下就起来站到现在。可以啊，要排队。啊，还要排队？还有很多人报名呢。系统，哇，太甜了，这个。还有发财。这逆转不容易了。真的。就看一平可不可以再把奖金冲高了。白皮，然后一直烫到了9万。没事啊，拿了也没用啊。对啊，是没有错。那我想要进张啊，再打1万，碰过喽。不过没事，你过要碰很快，你这个牌碰的牌几率蛮大，碰，对不对？说来就来。对啊，他的牌碰的几率。梧桐，碰。北风，北风我也没抬。三饼，是哦。李白啊，哈，是哦。加油啊！9万台数还不够，赶快再摸一张，还有一花吗？九条，下大雨哈。一饼，难，打了就不难。九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四颗，五颗，三饼，进一张皮，花一朵，8颗，这个。饼，哎呦，哇！你又是怎样？又是怎样？叫成这样子，一二三饼呢？啊，哇！一二三饼，一个决策的错误造成你的牌运就是这样，没办法，不懂。二锁，六饼。
睡觉。睡了什么？还能睡哦？三饼。很强嘛。来，九条碰。没有人碰了。哦。还很烂，你这摆紧紧啊，对啊，好刚摸会吸哦，好烦啊，对啊，你这个推着牌，很烦呢，就会像奶哥刚刚一样，没弄好就是毁了，嗯，整个局都不对。红中谁的？我的哦，对呀，所以我这样台是够了吗？还够啊啦，两台还不够，自摸三台，然后呢你要独听四台才行。三台就可以了，哦。我现在只要等自摸是吧？自摸，犀利。自摸才能逆转。自摸，自摸，自摸。那我可怜。九条。自摸。一瓶你不用怕，你只要放炮，他不敢回。嗯。所以你就冲，就打。所以他放炮，我只能过水。当然。哇塞，好硬哦，要过水。北风。对啊。你开有够遐的，开到遐的，不是大家拢安尼呢？那我好看。八条，真的。嗯。你也无所谓了。对啊，你哪有差？对，没差。哎，我打错会被骂。没差啦，你也不是第一天被骂。不是第一天被骂。对啊。也是。对不对？看到你我就想骂你。打是情，骂是爱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。没有没有，还好。喂，自摸，来几个呀？三万，大家都有。三饼，这一款。人家放炮你也不能放，还是放什么？太硬，哎呦，那太硬，待机了。高班又来这个，只能自摸的牌了。八筒，靠自摸太邪门，太邪门，而且快没牌了。对啊，越来越紧张。对啊，轮回哦，晶晶的心，没牌了，冒了胸。四万，八条。挑战吧，大神！八条，蒙自己。五二。换啦。背色。三万。放炮救自己。哇！结束。怎么又回听？放炮。我本来听卡张自摸啊。很会回听的，有最后一张哎。对啊。都剩一张机会。再挖一盘。想过比较安全。庄家两台，你听什么？我听三六条。嗯。漂亮哎。算还是没有了。因为我不敢打。没有。可能也没什么压力。有一张。有一张哎。嗯，真的有。我都不敢打。不晓得是不是我摸就是。嗯。你打了就。不敢打。他摸这个。五张从头到尾都有。四饼，你摸难摸，他摸六条。他摸六条，他不可能丢，没有这都不丢。两台，所以呢，晶晶淘汰出局。恭喜他一瓶，恭喜一瓶哦。台中来哦。好。哎呦，这个是比较特别的。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做法呢？为什么？本来是应该我们跟这一平呢决战北风北。对。今天大年初五。嗯。啊，你两个站得很酸。对。他输得很可惜。对啊。那我们今天这三位呢，这个多打一把 bonus。是。哦。啊，就是说呢，如果这把还是我胡，你们三个都没奖金。你们三个其中一个人胡，五千的奖金。五千？谁胡到五千？是红包了。哎。自摸。一万，可以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不好？自摸一万，那我来开，开谁打到谁，谁开门，谁就当庄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奶哥胡就没有了。哎，当然了，当然。奶哥胡钱就省十五，你当庄家。哎呦，好。大年初五加菜金，耶，加菜金。我们先看一下庄家赵哥的牌，米娅。妮娜，江江，
狠哦，道哥出彩。好，胡牌5000，字幕10000哦。就道哥加油，祝大家恭喜发财了啊！好嘞，发财。七封。9万。吃。道哥甜的给你3万。哎，可以，我还真要，真要吃，真的要3万。第一张牌打3万，怎么这不是刚刚？不是刚刚最后一把是？对啊。西风。来的太晚了，来的不巧。红中。西风。五花。南风。哎呀，来个美一点的吧。北风，碰，红中，红中，哦，九锁，红中我也有，六饼。南风，哦，怎么样？吃了几斤啊？觉得进这一张很不可思议，发财。东风，五条。哇！喂的真好啊，一能喂啊，碰，哎呦，五条，猜对了，哎呦，是，哇，猜五条，我吃一张很long的牌啊，5万，哼，这牌真是五筒，最丑的牌，五筒啊，10万。吃，不吃。你有那个屁股吃吗？西风，四菜一汤，五花，五条。哦，还有五条可以出。哎呦，谢谢你的爱啊！哎呀，先吃起来，我张你，要不要想说对啊？没局我要拆了，8万，八条，哇，怎么可能啊？五条，你们真没这个命啊？什么命啊？是吗？怎么可能？连3万，太瞎了吧？怎么这样？这可以，这就是我们 A 某根本就没。什么呢？你都不相信啊？我们肯定很相信这回事啊！对啊，太妙了！不能怪你们自己，还倒下来。哎，我听很美哎。那三万还有没有？秀秀在。而且三万一定有，我刚刚看4万要不要吃，我那一定有3万啊。对啊，好我4张10万不能杠嘞，你看多可怜。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没有奖金，明年见，再来。好了，马上我们的啊决战北风北，恭喜一平决战北风北，22000的奖金，台中来的朋友，加油啊！好。在上一集他挑战成功赚到17800，嗯，你这一集的奖金更高，过2万2万，这个我也没办法，那个这个就是顺其自然，是因为两个人就是靠运气，对，那比如四个人，我看他可怜，或者从南部来可以过水，这个就没有办法，这个不行，但是我们节目又规定主持人不能过水，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加油，加油，可以，来，请骰，开始，四，自己开，四在哪？对对对对。所以他们吃碰还是一样可以，一样吃碰可以啊，就是不用补牌，因为牌都在那边，没有花，所以翻开都会蛮美的。是哈，牌都可以用双手底牌吗？当然，当然。等一下打牌再单手。庄家对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决战北风北哦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一平的牌。
哎，哪一个？不瞄一瓶。不瞄。我看很美哦。我也很美。真的。来，吓吓他。来，出赛。吓吓他有多美？哇哇，一瓶的不行呢，一瓶。哎，赵哥，赵哥，你买快七水好不好？一瓶的真不行，奶哥超级强。八万。奶哥，不要上，不要上，不要上！我靠，我听牌了。哇，太香了！我跟你讲，这样子，一瓶。嗯。我过一次水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我告诉我听牌了。嗯。哇。还没吗？你还没啊？哎，还没，是在骗我吗？哎，真的还没，哎，真的还没。Hello。哎，哪个是大牌吗？想没有，有时候啊，我他一进厅哪，一算一进厅呢，人太得意了，我一进厅，那刚刚说的算吗？刚刚说到水水还一定一定有有有，不好意思，一进厅一进九万，该你进。他刚刚摸牌眼花，然后一进厅呢，很可怕。五万，你这还要默默耕耘啊？我加油。嗯，要默默耕耘。七笔，吗？七个。妈，吃你了！你要问谁？哎，你在问谁？吃，吃听得不好，对不对？吃什么？还是不要？吃啦，吃啦！听得不好哦。要吃啊！八饼，哪个贵的甜？三条，我听牌喽。真的听了吗？真的听了，真的听了，这次是真的。跟你讲，那这个可以吗？八万。哇塞！刚丢。那我过水不能跟你讲哦。哈。哦。对啊，因为讲话等于就知道他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哦。那九条。杠。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杠。哈喽。是的。奶哥，你到底怎么了啦？紧张。奶哥现在开牌了。一条。哦。一条。九九颗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你不要八饼，我不要。进进进，四条，二万，二条，杠。哦，嗯啊。一条，好，你不要一条，可以吗？哇塞！拜托拜托，八条，九饼，自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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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你自摸好了，危险，六万。挑战吧，大神！自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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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你自摸好了啦。危险，六万。二万 ，again。OK。我们四个人会不会太忙？他们在慢慢命案现场，他命案现场还慢验尸是吧？很紧张，看东看西的，拜托，通常都是这样啊。我已经过过你一次水，不，不要，不要，真的，我已经过过你一次水，真的假的啦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，摸牌会摸错吗？六万三，六万，刚刚已经放了。哇，我们说话算话，是真的有过，真的有，但是他已经很美，他已经六九，三六三六九，哎，对啊。可惜前面没有，我以为那时候我已经第一次进了，一上定你知道吗？所以话已经说了，来不及了。哎呦，用力啊！哎呦，都有。哇，手稍微短了一点，对啊，没事啊。但是我下一个六万还是我。对啊，你先，你还先，还是奶奶先？所以你看，我已经过一次水了，那这就对不对？你的洗手比他好看，好了，好很多。好啦，我们心肠软。是，看中南部来的哦，又坐巴士，是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可你现在赢他，你还讲什么？两万没有了，真的，对啊，我没办法，我已经过水了，过一次水了，对不对？谢谢奶哥，一平啊，没事啊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
恭喜依萍哦，得到卫冕的资格。好啦，但是奖金守住了，还可以继续参加我们节目啊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集来拿奖金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踊跃报名参加，电话是02-8793-5802，也可以上挑战吧大神的粉丝专页报名哦。谢谢四位，谢谢。